喂，你話做功課仲喺度 WhatsApp WhatsApp， 你睇你份嘢擺咗喺度，係咁喺度撳部機，你咁又唔係做功課噶？頭又未吹，洗完個頭，你睇你啊，仲喺度撳部機，你唔做功課又吹頭啦，唔喺度撳機啊，刪機啊！一陣間你望下個鐘幾點啊？十點幾啦，仲一陣間，一陣間俾個官你做啊！一陣間。有冇嘢食啊？你而家寫唔寫到啊？200字寫唔寫到啊？好多嘢寫。老師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有兩名老師寫咗好多，因為我哋可以寫出百字。因為好多嘢寫嘛。因為我哋平時作文都寫到都唔止200字啦，都寫出百字。我覺得200字。中文作文都係一種文學，都係有啊，有嘅，都係有嘅。跟住之後老師就話：你哋人咧唔知有200啊，你哋人咧有700都有啊。中學喎、啊，你同我著到800啊，小學都得啦，200。我中學啊，仲係200，咁即係冇進步㗎。其實唔係，因為老師已經教咗你點做，做好多老師。什麼教埋你點做？我教你做。